没有，这是录影啊，这录影，这是黄敬廷的手机。怎么这么安静？因为我们在黄敬廷的手机。我是 YouTuber。他在录影啊？对吧？我来各种拍照，嘉宏来，嘉宏，我在拿黄敬廷的手机乱拍照。不要，不要，他到时候就跟我张磊，而且他已经没办法，他已经一直抱着奈何移动了。好，可以玩。旁边死掉。赶快开选吧。那你知道？快要洗碗。这是黄敬廷的手机，谁的？黄敬廷的。问题又不留了。快点，黄敬廷的手机，我那里乱拍照。那很快啊，今天吃完，马上就洗碗。真的啊？我去找俊雪。还有谁？张磊来，黄敬廷的手机。他又来了。这下是录影加拍照。那你会不会？